自律的猫咪有多可怕。我们猫咪内建的生理时钟，每天清晨五点一到，便会自动准时起床，也顺便叫人类起床。哎，该起床吃饭了吧？食物我们只吃最精华的，外面那一圈要扭动脖子才吃得到，太麻烦了，我们不要。哎，还剩那么多哎，浪费！你不知道猫饲料很贵吗？早上十点会有一些飞禽驻足在阳台，我们会花半小时的时间用狩猎之眼盯着他们看，一边做有氧运动。身为狩猎者，储存能量很重要，我们一天要睡超过18个小时。醒着的时候，我们多半时间都花在身体清洁，尤其是上完大号后，屁股一定要马上舔干净。有洁癖的我们也不喜欢桌子上堆太多东西，必要的话我们会帮忙整理。 Gary， 保持恒心很重要，上帝为你关一扇门，但只要你多敲几下，一定会有猫奴为你开门。不是才出去怎么又进来了，很烦了，进进出出的整天帮你开门就好了。人类常常发出恼人的声响。我回来喽。哎呦，哪里来的可爱小猫？其实我们大多数都听得懂，但除非有律师在场，不然我们一概不回应。你要是怪怪吗？人类不但不自律，还会到处拈花惹草。小可爱，没看过你，这附近吗？你喜欢什么口味的罐罐呢？柴鱼还是尾鱼的？我们家很多肉你哦，要不要来呀、啊？镇上常常带着别的猫咪们回来，下流。人类虽然不自律，但那倒不影响我们。他们活动的时候，我们睡觉；而他们休息时，我们活动。自律的猫咪就是这么的可怕。喜欢影片的话，也请按赞加订阅哦！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。本集的灵眼是猪猪与咪鲁的咪鲁，他的人类猪猪非常的忠心，是值得称赞的猫奴。本周的赞助小可爱哟，阿弟，黄正阳黑布，爱光之小胖天师，黑色口口陛下大奶昔，黄玉帝我在这里，学长他老妈，水上扛把子，WSY8473，外北美好多年行，可爱的客串子，说完后是乖孩子，闪面地震射箭步，安迪君，超时空三奖，累累。和雨水大之家吉米许，加一点，每月赚200元，你可以再找小可爱哦。